今年呢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呢有我身后的猫头鹰的精油矿香机啦。咁呢其实呢、这个是好啱小朋友甚至乎是 BB 的房里面用的。我哋睇下后面个背脊好唔好啊。后面个背脊呢有两个 button 嘅，一个呢就係、是、music 嘅 button 啦，另外一个呢就係、是、大细声嘅 button。咁 music 嘅 button 呢其实呢係有好多唔同嘅 white noise， 即係呢 BB 瞓觉最啱嘅一啲嘅落雨啦、雀仔啦、海浪声啦、风扇嘅声啦，同埋一啲音乐lullaby 的音乐的声音，这个呢个咧系好特别的。另外咧，其实佢嗰个揿掣咧系 touch button， 咁你咧左边咧就系、是、可以将个雾咧可以校唔同嘅大细啦、强弱啦，同埋跟住咧就每隔几秒咧系去出嗰啲蒸嗰啲噴霧出嚟嘅，咁嗰個原理咧，其實同個 desert diffuser 咧 ，desert mist diffuser 係好差唔多，好個 lantern 好似嘅。咁另外咧，右邊咧你點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唔同嘅燈啦，係咪好得意咧？